上面。为什么饼干那么娘啊？我画的，对不起。而且他的看起来像烧烫伤。没有，你画的很好，你画的就跟他本人一样。就说烧烫伤，这样繁星会很自责。哇，我说他画的跟本人一样。沈怀远吗？没错。哇塞！繁星，你后面有人。Yes！ 你阻止了？我阻止他们得分了，但是我死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们怎么不见了？我迷路了。Yes！ 白痴哦、喔，你已经交上了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回去吗？其实你刚刚没说有人的话，可以安稳的往前跳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？我又迷路了，我在深山里啊。走回家啦。现在那边有没有东西可以？哦，我吗？哇，勉强了。我这边有。我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。我勉强有一套可以给你。我在另外一个点，我在找另外一个点。我是迷路了。什么？我两只都去同一个点，都迷路了。为什么？嗯，还好不是只有我会迷路。你们看到蘑菇精那样打哦？那样打、啊？好，嗯、沿路的。哎，绿直走就到。我知道。是一个装傻战术，会好会，我们都在骗，我们都在骗他们。哇塞，你以为在玩风声哦？好鬼，好鬼耶！我是一个好人，怎么猪会在树上啊？你干嘛发自己看？因为地球人会爬树啊。你知道跑到没有力气，还要随时身边打一只牛来喂饱自己。慰劳自己。哎、欸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，因为我在你后面，我被吓到。哎哎哎哎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哎、欸，你们去他们基地附近的绕哦，看到中旗喽。哪有啊？哪没有啊？不是在基地遇到奶绿的。我来做蘑菇汤喽、啊。蘑菇汤是两种蘑菇加一个碗。可以。是。啊，碗要怎么做？哇塞，你会。碗是三个木头，是有多瞧不起？对、啊，你正在种田呢、欸，我们可以吃面包吗？吃啊！我第一次在玩国旗战的时候吃到面包了，好稀有。嗯？所以你上次没跟我同一队啊、喔？我做一堆面包、欸。哦哦，我死了。没有。烂透了。哦，我刚好看到他被岩浆烧死的瞬间。烂透了！你们有人拔豆腰吗？我看到了。锄头锄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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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锄头锄头。哎、欸，趁这个时间，赶快就多做一点食物。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身上我是食物大亨啊！哎、欸，我突然找不到我们下去的路。叫鱼竿看我画面，他会吓死啊！难怪每次出题都出事吗？哪里？我们下去的路在哪里？啊、下去的路。啊、你说这些肉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？哎，跟你说，对，为什么腐肉不能拿去烧？要烧成比较不腐。阿静，你后面有一只兔子。哦，好，你真的吓到我。阿静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下，收集食物啊。我身上有大概十碗汤啊。阿静，阿静杀兔子。哦。我身上有兔子皮。我砍爆你。阿静，我不要跟你当朋友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兔子很好吃哎、欸！兔子哎、欸，把兔子吞掉了，好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奶绿，嗯，你刚你有输吗？是我戴头盔，有我有我有，好像好像，哎、欸，差不多，兔子、啊，你可以帮我做铁剑啊！我有一个铁，我有一个，你只有一个铁，我一个铁都没有啊！我只有一个、啊，所以你去跟他拿一个、啊，嗯。那一块牛排请你吃，繁星。哎、欸，奶绿，奶绿，你要面包吗？我有，我有，你有。哦哦。哎、欸，出了、哦。繁星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饼干，你知道路吗？大概知道吧。哇！他们要出发了，他们要出发了。我们去他们家，我们去他们家。不会烧死吧？哦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领先了，我们去他们家就好。我们还要加150分。繁星，你先做好一个庇护所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烂透了。
不然我们不是要加150分吗？在中间啊，这么近啊？不是啊，再过去一点。看一下他们家有没有人。难怪。为什么你那么多铁？啊，我认真的挖。我也很认真，讲的好像我不认真一样。这个，前面那个，就我背后凉凉的。哇哇哇！他们都拿钻石剑，是哪招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后面后面，饼干后面，饼干后面。等一下！你给我把钻石剑丢地上啊！我不小心把它丢出去了。好，到我捡到，我捡到，我捡到了。可恶，我没有抓整只白痴食物的时候，肯定也把铁剑丢了。我干嘛？铁剑，铁剑，我把它捡起来。我丢出去啊！我也不小心。这到底是什么游戏？你们是怎么了？会不小心到？等一下，我笑到快不行。丢出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怪在我们家？啊！太棒了！怎么了？需要装备。好，等我快好了，等我一下。在我这，在我这，饼干在我这，我捡起来了。你先去准备躲那边的食物。阿静，先跑，先跑。那、啊、你等下过来啊。我们家超多怪啊！哎、欸，这里好多怪哦。是哪一个最高点这个吗？不是啊。哇，现在才来着。这里有个遗迹啊。现在才到这个地方，看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要把那个丢放在 Q 啊？哎、欸、快带路，我拿到了，可是快带路，快去杀他，快去杀他！大家怎么一直在地下、啊？因为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有钻石、啊。捡不起来，鱼竿其实怎么捡不起来？用打掉的。打掉了、啊，他就变一个。戴在头上啊。身上满了。没有。哦，身上满了。啊！我遇到阿进了。拿到了，拿到了。阿进。哎、欸，你们保护我，告诉我家在哪，家在哪，我怕我带到他们家。啊！完蛋了。是我不知道在哪、啊。来了，我来了。鱼竿是这里吗？我重生，我重生、嗯。我不会跟你讲。会告诉这里，我在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们家外面都是怪、欸。看到他，我看到他。哎、欸，红色的。好快、啊，为什么越跑越快？哎、欸，我做铁桶忘了装岩浆。地球人边跑边跳。边跳边跑，边跳边跑。哎、欸，蜘蛛骑士、欸，哎。有没有吃的？蜘蛛，好多蜘蛛。奶绿那边为什么他做的蜘蛛？他做的蜘蛛。奶绿那边有没有吃的？能力那边有吃的吗？有那个谁有？奶绿真的，这次是后面。饼干带路，饼干带路，饼干带路。奶绿，我在家里，你在哪里？保护我一下，保护我一下，我被射了，我被射了。我靠，太扯了，这些。天哪、啊，这是家。你没武器。那谁家？那是我们家吗？蓝队。蓝队，我们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要帮我把他们杀了、啊，不然让过去，让过去，你不要出声。哦耶，哦耶。保护我，保护我！拿去，快点，地上啊，后面了！哇，别躲了，吸走！他是我的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们家里超夸张的，这里都是怪啊，全部都是。我要怎么给你？我杀完了，蓝绿你在哪里？我们在激战。好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钻石剑呢？没事吧 ？What？为什么要丢给他、啊？他把钻石剑丢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们需要丢给敌人谁？哎，我想说你在旁边，我就丢，你就领先。往我这边走，没关系，我们领先了，我们快躲起来。要多少钱吗？有，快给我一个，快给我一个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躲起来了啦，担心我庇护所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三百分。他们要去躲，他们要去躲起来。还有一个啊，他们要去躲起来，他们要去躲起来。还有三百分，什么？我们现在领先多少？没关系，把那个打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领先。三百多，可是我们三百分还是一样赢啊。那、嗯啊、他们来杀你们一个人，你就输啦、啊。对啊，就不会藏好、啊。你们最好抢到旗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加一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吸一下怪啊！吸一下怪啊！你们有吃的吗？你们有吃的吗？你们有吃的吗？饼干，你有武器了没？哇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多余的铁人奶绿。哎、欸嗯，我们从钻石剑变成两个木剑了。他给我。为什么会把钻石剑丢给别人？超不能理解。没了吗？啊，我两个。阿进超爽的啦。我不。
前是丢给敌人。地球超白色，在敌人面前丢，我都白痴，我回家再丢哦。他这边说没武器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哦。可以出发了，自己保护他。我拿着旗子哦。哎，是哪里？下一个是在哪里？还没说，还没说。我先猜，我先猜。不是 B and E 吗？哎，我可以做点食物。最后是西根猪，最后是西根猪。已经最后了，我才刚回来。单机太久了。再低，我没有铁啊！这里，没有啊！这个，他今天哪里？盖过去了，什么铁啊？哦，太渣，拿着钻石惨了，羞辱，羞辱！我拿到加速效果耶！你跟走，他们已经在那边等了哦。而且我们就阻止他们拿起，我们就赢。我在那边盖高墙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就过去把旗子拿下来就赢了，然后给他们杀都无所谓。你只要杀到人就好，杀到人就好。那就挡拿旗子人杀掉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就拿到就好了。我们拿掉劣势啊。我们拿到那边等他们杀啊。你有弓箭吗？哦，好多人哦。你说弓箭矢吗？有人在放火了，这个人只会放火。你说箭矢吗？弓箭。但是我可以做。弓箭要怎么做啊？他们真天兵哎、欸。三个毛。把这里让给我们。三个线，盖起来就好了。三个线。对不对？我们挖洞上去，让他们排直线，然后。哎、欸，不能把那个敲掉哎、欸。他掉下来了，他掉下来了，快打他！哈哈哈哈哈！他动了，他掉下我怎么被偷袭了啦？哟，弄东西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实在太好笑了。怎么会？哦，杀光了，杀光了。全部。哎、欸，我们怎么被钻石厂敲歪了、啊？拿到吗？出来。我要去他们家。我保护奶绿，我保护奶绿。吸不起来。你的头盔有带吗？啊，有，快走，快走。我身上东西满的。快走！为什么掉一个旗子？被逆转了、哦。对啊，为什么会多一个旗子在那里？我以为我没捡到。哦，快跟不上了！有人在前面拦截。看到，我去砍那个废物。哎、欸，男绿，你的右边。哇！太低了吧！哇！啊、第一，你剩几滴？死吧，去死吧！又掉到外面去了，喂！什么？300分，杀掉他。是个 bug 啊！是个 bug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死？你这个拿木剑想跟我单挑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让我来，我用钻石铲羞辱他。大家跑得快，来呀、啊！繁星单挑，来。阿静，我跟他单挑。好。繁星来。地球人是白痴啊、喔！跑跳里太累了，他们在哪里啊？直接。跟他们擦身而过，羞辱！哎、欸，打我！哎、欸，快跑！没有。打我啊！打我！过来！后面有弓箭手。你射他！我要死了！你是队友，这是我队友。帮我打他！这是我队友，帮我打他会。哦，再帮我打他一下哦。帮我射掉半条血，太好笑了吧！后面有个穿军装的，好像是阿进啊，是我啊，这是阿进啊，你对我都会认错，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像戴头盔，很像啊，这是假头盔，真卖，你被真实惨羞辱了。我剩两格血哦、欸！啊，不行！啊，被玩羞辱啊！哎、欸，他拿碗羞辱他、啊，他拿碗羞辱我，拿碗羞辱他，他在行乞。快点，拿羽毛来帮你搔痒，给我钱！现在你们竟然被逆转嘞、欸，太夸张！哎、欸，来哦，这里有食物，阿静，这里有食物。哎、欸，这有钻石剑，这有钻石剑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钻石剑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要丢地上啊！我是丢地上哎、欸！丢地上吗？我丢地上吗？丢骨肉！他过来有树，还捡呢！我要钻石铲给我好不好？不要、啊！拿碗给你买。
跟你买你还打我？是我啊，繁星，我们不在交易吗？不可以透射我们，那很坏、欸。好啦，输了啦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两把钻石剑了。这两场都是最后例子。结果他们把钻石剑丢了。干嘛钻石剑送对面啊？地球人哦！不要说我队友。PK， 他得拿打火石哎、欸，我拿打火石、欸。哎，就只有放火而已哦。反应要干嘛？好难瞄啊！干嘛？哎呀！哎，我是红队的。轻松获胜。轻松？你不是送分？好像也没有轻松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送了那么多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送钻石戒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那个地球人太扯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先这边丢路上被我捡走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自己人吸到啊。开始不要丢，你在那边丢给阿靖，你一直说我没有武器，我就丢给你，你就被阿靖捡了。好爽哦！阿靖，其实你们这次也是四打二呢。这游戏怎么这么爽啊？哦，你刚才在那边乱丢剑出来。原本以为这游戏很难，原来拿到钻石剑这么简单啊！看到我手上这个，丢这么远，你们到底怎么丢的？哎、欸，我做好很久了，就是没有。你看，我还有这个。哪个？烂东西，放着。好好好，这东西要五个，这东西要五个铁。什么铁吗？重点是为什么会把它倒过来做？嗯，谁身上还有铁啊？我忘记我要做什么，我就不想。我身上还有铁，你要铁吗？我要铁，我要铁，我要铁，我坐矿车。我要铁。现在咧玩完了。约定剑啊！来啊！好，你真的做了、哦。开关、啊。1.7点几啊？开关开1.7点5。真的做了，他没有做啊。1.7点，我没有地图。铁轨呢？我也没有地图。那就没办法了，这样子。啊不，少一点点。真的铺铁轨，真的开始铺铁轨。好像有1.7点10的嘞，1.7。我有1.7点9的伺服器，我有1.7点2的。哎、欸，我们之前是用1.7点几？十，以前都用十吗？你以为你那么快吗？我在你后面推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放个红石的。我记得我们之前是用1.7点2哎。拜，1.7点2啊，是这个，因为有一次是我开的，是1.7点2哈。1.7点1，要到世界外了。哦，好远哦！好像有地图了。你给我啊。这里吧。哎、欸，不要挡着，不要挡着，可是我不能。啊、我跳出去就好了嘛。你讲我也要开台吗？可以啊。我穿了，我穿了，我穿了。你们刚好要爆炸，加你就刚好七个、啊。像菜渣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没有睡醒啊。闷闷，我还在恢复。这是1.7几的、嗯。那你要不要等你恢复好，我们再开始？1.7点2。哎、欸，断掉了！废话，因为我要开别的。好、哦、好好，等你等你，我先关。享受。1.7点2我有啊。先按 low。最近跟我要十点。后，等一下有人打过。我要十点后。明天你不玩吗？好晕哦。你好晕，边界太晕了吗？刚一直晃。打架吧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玩，那我要回出去一下。要去哪裡？今天要几个人？7个。你这里应该够吧？饼干做不完啊！哇，好晕哦！真假的，你会晕？这样就不够了耶！这样就不够了。加上土资的话，也才6个人。不是，兔子盖到一半断线。随便揪一下，一定会有人的。这边会断掉。问一下。丢定更断线，里面的红石会乱跳吗？是吗？我之前就这样玩过啊。会滴滴滴滴滴滴滴。然后就是按下一关的时候，大家还会回到原本那个位置。可是我进盘里不会有问题、欸。可是你之前玩就断线，害我们扣了很多分数。哦，
这样。不玩。好啦，你来玩，你来玩。然后我不玩。你来玩。嗯，饼干真的晕了。不来玩，可是饼干 building game 不会晕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点想。想什么？所以呢？他想吐。先开啊，看人够不够啊。那你要醒了没啊？差不多了。不然就休息一下，晚点再开啊。啊？不用啊，你先开，你先开，我先进去看人够不够。声音正常了。是在故作坚强。1.8点几？1.7.2啊？1.7.5。点五？1.7.5吗？到底是多少？错啊，奇梦他们这样卡的。我不是。1.7.2吗？点五还是点二吧？172啊，因为我这边有留着。那就172啊。好。等一下，那我要换速。我也要换几点七点二。